個表現咧，咁啊雖然咧升過一陣啊，但係而家咧又係升幅收窄嘅，咁啊就大致喺24,400點度徘徊緊啦。咁啊就表現好股啦，咁啊以為恆安，咁啊今日咧升幅嚟講咧，咁啊就有3%外嘅。咁啊整體恆指表現啦，咁啊升緊53點，做緊24,453點啦。咁啊就上證綜合指數咧連升10日之後咧，今日回吐翻啦。咁啊而家跌幅咧接近1%，跌緊31點，做緊3,660點嘅。咁睇睇滬港通使用額度方面啦，投資內地 A 股每日130億元額度咧，用咗約莫2億元人民幣。咁至於內地投資港股嘅105億額度咧，亦都係用咗約莫2億元人民幣到噶。睇睇咧，琴日咧咁啊大幅回調嘅券商嘅 A 股咧，今日咧咁啊都係回升嘅。咁除咗話咧融資融券嗰方面，即係沽空啦，咁啊就同埋做孖子嘅額度咧不斷創高位之外咧，內地上週咧開户嘅人數啊，股票開户啊，亦都係創咗近8年嘅高位嘅。咁啊，中信證券啊，咁啊招商證券等等咧，升幅咧都介乎1%至2%。睇埋 H 股呢邊券商股嘅表現啦，咁啊反為咧就個別發展，而且咧咁啊進漲幅度都唔大嘅。例如中信證券啦，咁啊升得1毫子啫，海通證券咧更加要跌翻8先落翻去17.58。但另一個板塊咧，雖然有好消息，但係咧似乎咧就好消息差唔多反映曬今日咧要回調翻嘅，有基建鐵路股個板塊啦。中鐵咧傳聞咧就要競投呢個印度方面嘅鐵路項目，但係今日嚟講咧都要跌翻3%啦。南北車咧 A 股嘅回吐幅度咧都超過2%啦。睇埋 H 股呢邊有冇受影響先，咁啊就個別嚟講咧，咁啊就都係要向下嘅。不過咧就見到中鐵建啦，咁啊之前咧短線嘅升幅比較犀利啲，今日咧就雙雙回吐翻2%。南車時代電器繼續保持強勢啊，業績之後咧咪再進漲多0.35噶。咁啊，睇埋咧南京熊貓電子啦，咁 AH 股咧齊齊向上，因為內地嗰方面有一個2025嘅計劃啊，咁即係咧要推進咧呢個機械設備嘅製造化之類嘅工廠嘅計劃咧就進行緊嘅，咁就叫 A 股嗰方面啦，南京熊貓電子啦，咁升幅接近50%啦，咁 AH 股呢邊都差唔多跟得足啦，上到去7.05先嘅位置，咁升緊3.1嘅。睇埋咧，上證100指上邊最活躍幾隻成分股，中信證券升幅超過1%啦，中鐵咧回吐翻3% 過外，中國平安咧就升緊0.27元人民幣嘅，紫金礦業同埋其他礦業相關股份今日繼續有資金追，紫金自己 A 股升幅超過3%。節目時間夠啦，下晝再見啦。